Yeah! Woo! Hello, 大家好。哇，小九人气很高哦，给小九一点欢呼声好不好？好，首先给我们现场粉丝朋友们问候一下。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 Into One 高金城小九。你好，大家好，欢迎小九。那小九，我听说这应该是您第一次来三亚，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华伦天的美妆活动的现场，对吗？是的。分享一下这次来的感受呢？好，就首先因为是我的第一次来到三亚嘛，所以很开心，然后就很兴奋吧，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到，然后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来到这里，然后就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一次华伦天的美妆的开幕。哇，现场朋友们，你们觉得小九今天的妆容精不精致？告诉我们秘诀好不好？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会做到如此精致的妆容？就因为华伦天奴的美就是服装就已经好看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用做那么多东西。首先是整个造型 look 很好看。是的。那如果妆容上你要推荐一款给粉丝朋友们，你会选择哪一款呢？其实全系列我都蛮喜欢的，但是因为今天比如说今天我底妆的时候我就用了华伦天奴美妆的大 V 气垫，它的皮壳外盒就搭配了大 V logo， 然后呢效果出来它的遮瑕效果特别好，我觉得很自然，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用，真的非常的好看。我近距离的观察小九皮肤状态真的是奶油肌满满的胶原蛋白啊。左边的媒体 please focus on left camera and focus on the middle your right， 可以和我们的 cushion 互动一下。好，谢谢 thank you 小九，谢谢您的分享，请就坐 please take your seat。 大家觉得小九帅不帅？哇，每一个造型都很亮眼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礼仪唇上高定彩带。So our Miss Etiquette please present the ribbon。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来见证这样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刻，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